好啦，咁而家揾阿 Mans 啦，咁即系话咧，你将一开始呢个40,000蚊就乘1+4% 除四啦，因为 quarterly 啊，所以除四啊。咁你3年夹埋有几多个 quarter 啊？咁咪有3、4、1、12个 quarter 咯。咁呢个就系阿 Mans 嚟噶啦。咁跟住照督机督得小心啲咧，你就应该会计到系4、5、0、7、3嘅。咁答案咧就系 dot 嚟嘅。